你还在自学吉他吗？自学吉他是不是有点难？每天不知道该练什么，没有进步，去实体店又觉得学费很贵，一节课都要100多，然后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就不知不觉就放弃了。那么你一定需要视频下方这套零基础学吉他的视频课程，整套课程一共50节，其中包含了零基础入门吉他基本功练习、吉他谱怎么识谱、怎么调音、分解和弦以及扫弦的练习方法，还有各种技巧的讲解以及歌曲的示范，还有乐理、音阶、指弹曲子的详细教学，能让你不走弯路，足不出户，在家就可以轻松地学会弹吉他。每一节课都会布置一个作业，你只需要看一节课，把这一节课练熟，再去学习下一节课，咱们一节课一节课地把它攻克。其实你只需要学会前20节课，就任何的歌曲自弹自唱就都没有问题了。现在这套课正在做活动，整套课程打包在一起一共只要99米，比你去琴行上任何一节课的费用都要低很多。在学习的时候有任何不懂的都可以随时问我，咱们再一对一解答。其实也就是少抽2包华子，少吃一顿夜宵，咱们就可以系统的学会弹吉他。系统的学习可以让我们不走弯路，学得更快，效率更高。点击下方链接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课程。拍完课程之后，观看方法会以一条短信的形式发送到你的手机上。另外你也可以看我置顶的第二个视频，是教大家看课的方式。如果说你还没有吉他的话，每天晚上9点半来我的波波间随便选上一把，咱们整套课程就是随琴一块赠送的。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点击链接学起来吧。